全力推埋去，加油！俾力，俾力打出棉花糖，个头轻轻离地一寸啫。收下爬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下边只手都好正路啊，好被动咁样去推翻出中间啦。好，跟住一转翻去，持翻个头。因為我們50肩是很痛的，咁佢變咗拉完咧，而家咧個肩位咧就係鬆咗，係咩？係啦，就冇咁緊嘅，我哋嗰啲70肩就搞唔掂啦，大佬。嗰啲老而嚟肩，要遲啲再搞。你學多20年，跟住你應該得噶啦。挨去右肩，伸直左腳，頭旁肩。呢個位好高。係啊，呢兩個位都好扯到好犀利。有冇斜啊？咁樣咧就縮短咗啦。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有冇鬆啊？好鬆。不過似做 time massage 咯，真係。嚇！似做 time massage。我啲已經冇用90年噶啦，係啦，冇錯啦，而家喚醒咗佢，冇錯，好唔好玩？